就爱女主播九把刀娶了周亭羽，校内现在如何？九把刀爆出磨铁偷吃周亭羽后，虽然努力想跟十年女友校内再修补关系，但半年后仍回天乏术，正式情断。过往九把刀的缪斯小妹也只能留在她的早期作品当中，奸情告吹早已令书迷幻灭。过去小妹是名插画家，是九把刀的粉丝，十八岁他们交往，后来同居，十年后则遭批。如今小内是上班族，有人透露他的异性缘不差，曾有部落客也感叹，从某种角度看，他小内与九把刀错过彼此也是好事。